我最受用的近思语是“心不难，事就不难”。这一句近思语是我在2008年回花莲寻根培训要受证的时候，上人都会送我们一张近思语，然后就听法亲说，这个近思语像千诗一样，很受用，就会让我们感受到。那一年刚好是四川赈灾的时候，上人呼吁大家斋戒。那本来我没有吃全素，就想说那就好，从今年开始试试看来吃全素。结果真的是用这一句话一直鼓励我，到现在已经吃了10年了。那还有一句近思语是心迷就会苦，心悟就自在。那有一次我觉得我的心情有一点受影响，那刚好看到这一张近思语的时候，我的心豁然开朗，觉得这一句话真的很受用，是一直让我们心能够充满着很开阔，然后就是在生活当中很实用这样。